大家好，欢迎来到 MAR TV。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部最新定档的青春校园剧《时光的秘密》，将于7月22日迎来首播，由赵艺钦、李浩飞领衔主演。与以往校园剧不同的是，这部剧融入了穿越和悬疑，讲述了夏时十年前因高中时期的好友叶桑榆的一场意外而患上了选择性失忆和心理创伤。为了让夏时重新振作，找回失去的记忆，在一众老同学的帮忙下，通过一款体验游戏让夏时重新返回了高中生活。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夏时不仅再度与自己的好友叶桑榆重逢，更在寻找回忆的过程中找出了当年事件的真相。《时光的秘密》将于7月22日首播，记得订阅我们哟。